好了，魔法石封印卡活动向西之行，魔法石封印卡中获得中国神系列提升200%，然后全新角色天主播的，啊，反正就废话就是，啊，你们想要看十连抽还是一抽一抽慢慢抽啊？聊聊聊，好了好了，那我要开始抽喽。我前三抽抽十连抽好了，然后剩下慢慢抽。好，第一个十连抽，来。其实我十连抽距离上次那个什么零售意识的时候就没有人体验过那种感觉哦。第一张是白金，我也知道。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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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第一个十连抽全共估，这已经 不意外了啦。然后十张卡全重复。哦哦哦哦，怎么一堆光暗啊？哦、海龙哎、欸，哇！啊，虽然海龙我已经抽了不知道几只了啦。啊，其实稀有还蛮有加倍感觉嘛。然后阿罗哈两只，好，这些卡片其实都不错了。好，第二个时间抽来了来喽，第二个时间抽，好，没错，时长还是重复。有没有稀有神？有没有稀有神？哦，又一只海龙靠腰。好，这些卡片其实也不错啊，我怎么连这家伙还是会出来啊？我一记也敢。来来来，第三个时间抽，小许中了，干也太快了吧！第三个时间抽，来会不会中？哎、欸，有了，哎、欸，怎么还有金卡、啊、靠腰？哎、欸，那张金卡是怎么回事？哎、欸，好，我们先来猜一下这张新卡是什么？是水火木光哪一属性的那个异界龙？聊聊聊，好来点。哎、欸，这张卡是什么？我希望是三藏，其实我比较想要三藏啊。三藏 ，fuck， 好吧，也是不错啦。逆焰之扇，每消除，啊，反正就是一张。黑金卡了，我对这张卡比较没有什么期待，说真的啊，水翼接龙，哦，不错嘛，不错嘛。好，再来，然后第四个，我觉得时间抽好像比较快，算了，我们再多抽几抽好了。第四个时间抽，小许收工，干他妈也太快了吧。哦，好，一样十抽全共估。有没有新卡？至少给我开几张白金卡的新卡图鉴。哦，干妖狐！我操！天哪！我干两张妖狐！等一下，我不需要这么多张妖狐啊！其实我十抽卡里面还缺蛮多的、啊，为什么？白金卡为什么不来几张那个啊？啊，第五个实验抽，第五十抽哈！来，拜托！白色的。哇，还是十抽全部都共估，怎么还是没有新卡？怎么又是海龙？我感觉真的没有变过啊！其实这只稀有神的加倍还蛮有感觉嘛。好，第六十个验收，啊，有一张了，拜托不要重复，拜托！哎、欸，是 new， 好了，收工了，哦，干吓死我了。小许30颗结束，干我抽两倍 ，Oh my god！ 叮，哇，三张好帅哦，光之大翼，干这名字有够中二的。6666，光属性攻击提升 1.5 倍，哦，更越来越高 ，Oh my god！ 好，哦、水屋，哦，好，这批倒是没什么新卡，两只妖狐，干好扯。好，我来看一下我背包哈，这是抽了多少啊？60抽，所以我有6只解放素材。好，四周，哎、欸，我还对，还有那个四周年的机筒，哇，也太多了吧！好，我来抽一下好了，指定封印卡嘛，我来看会抽到什么。瀑布，哎、欸，瀑布路，哇，哎、欸，干，我刚好没有瀑布路，哎，哇，我干，真假的？哎、欸，干，我终于有瀑布路了，哦，好感动哦 ，Oh my god！ 哦，今天运气还不错嘛，天哪！有没有队伍技？我不知道。我前几天看有人那个、欸，有人说那个队伍技并还没有时装，好开心哦！干，我终于有普普路了 ！Oh my god！
真妲己，对对了，我的几张妲己了？啊，两张，好，其实也只抽了两张啊，还好可以再练一张啊。然后 我看一下，他前方色彩好像应该给很多吧。嘟嘟嘟嘟，等一下，我重登一下，他应该给我一坨拉苦的前方素材。天哪，本账，其实本来就不会重复，真的假的？我看去年不是一堆人都抽到一堆火焰之类的吗？嘟，六六六，啊，至少中了啦！天哪。嘟嘟嘟，你绝对会抽到没有，他只会送没有的卡。哦哦，好吧，好吧，对不起。我看群组里面好像蛮多人都抽到很不错的东西嘛。啊，等一下，最后我还有那个菜鸟，对对对，讲到我们可爱的菜鸟，我还帮他来试抽。菜鸟现在好像刚好五十颗。菜鸟这边没有声音哈，等一下。有，声音蛮小的。来看菜鸟会不会抽到他人生中第三只三太子？49颗，诡异啊！有没有一颗可以给我领的？干啊！好吧，等一下，我等一下再来抽好了。好了，我们先看回本账了。现在看一下这次抽到的那个结果。MA 就送你光源龙，还好，至少是新图鉴啊。嘟。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哦。哦哦，他是直接送进背包。我这边有多一张号角哎。啊，这边有个妖精。然后这边还是一张号角，还是一张号角，怎么都是号角啊？见鬼啊！妖精，好啊，妖精，妖精号角，号角。然后那个，好了，我们先来灌满唐三藏哦。哪里？光神，干这一脸大熊哎。没关系，我鸟很多。1、2、3、4、5，全中了，哈哈，恭喜恭喜！叮，那满金应该是12吧，没记错的话。10，哦对，黑金卡好像都是10。我觉得我还是，我小鸟好像蛮多只的嘛，想一下，我可以先把塞到10祭8，然后再补两只大鸟。不十次吗？等一下，等我把它练满啊。我差不多扫一下啊，可以杀4只，为什么掉你了？好嘞。1、2、3、4，感恩第一十连两张黑金，干，真的假的？恭喜恭喜！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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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现在补两只大牛，去吧！叮，好了，我们现在来把它练满。有没有？我有没有？我只有一只小那个鸟而已。有没有？哦，有独角仙。光板阿红出没。对，这张长得好像很像阿红。Hello Hello， 原来是阿红，我以为是唐僧。满了。嗨嗨，好久不见。没有南瓜。有没有鲤鱼？有两只啊！我刚刚看到一个很伤心的东西，你看，三只海龙，而且我海龙以前已经一只给龙王一转，然后一只已经卖掉了，所以我实际上已经抽到了6只海龙了。Oh my god！ 十抽9重复啊！拍拍，这样好吧。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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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好，我们现在来吃一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新希望。来，我的三张呢？我的三张呢？还在这里。第21抽中三张，这感觉他那个太离谱了！天哪！因为我有只兔子在下面。1、2、3、4，那现在这样吃一波，我好像只能到大概60几等吧。我70等，真海龙队。我不要选阿贤啊！阿贤好久不见了，天哪！阿贤不是有一整堆海龙吗？20抽一新卡也不错了，至少新卡、啊。哦，84。嘟嘟嘟嘟嘟嘟。
欸，阿红也中了，欸，我现在在看他直播，呵呵，阿红也中了，看一下哦，91，一抽就抽到妖狐了，哇，恭喜恭喜恭喜！我们看一下哦，还差多少啊？超爽，安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我们看一下阿红抽到哪一张哦？阿红抽到的是啊，怎么每个人第一张都是铁扇公主啊？95，啊，我们现在吃只是发言了。怎么都在下面？这样好了，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叮，好了，我们现在来换个代表。我们换唐三藏好了，然后我把名字改成。想改一个什么名字好呢？安安，我是阿红。哎，谁不像？啊，这样好了。嗨，今天好。哎，今天要塞不下去，好吧？这样好了。能不能试试三藏是否能封的？那个分到路西法的攻击力，好看一下哦。天主怎么组哦？我记得现在不是没有对武器吗？不是，不过值得试试看啊。好看一下哦。唐三藏嘛，不是唐三，哎，对，唐三藏，不是啊，这不是唐三藏，这是阿红 Red Kai 啦。